好了，我们赶快开始好不好？我们就你这边麻烦你帮我把餐点 open， 然后我就先开始游戏了。我们也不要让大家等太久，他们看这个画面也看快十分钟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返校就正式开始了哈。听说这款游戏非常温馨可爱，有如牵着泰迪熊，左手拿着一朵小花过街一样的开心啊！初始新生，这不是叫返校吗？返校应该是毕业生吧？你是牵什么熊啊？返校应该是毕业生吧？其实我从一开始我发现有 bug 了。啊叮！这间学校婢女去哪里哦？可能去关洛英吧。他妈的，太可怕了吧！哦，它是横向的哦。其实我到现在完全没看啊。其实你知道，这跟我昨天玩的那款游戏，有很多人把这两款游戏拿来做比较。哦，现在是在上课吗？真的耶！啊，没错，他刚刚好像在讲，这堂应该是历史课吧？然后哇，这家伙怎么睡啦？上课就是要认真听课，老师在前面讲话，你在下面睡觉，你把老师放在哪里？给不给尊重啊？白国峰，感谢教官，教官来了。有，这是台湾的恐怖游戏吗？对。老师可以占用您的一点时间吗？同学先自习，老师跟教官有点事要忙，我们去鉴宝室忙。这应该是那个黑熊那个年代的教室吧？傻小啦，殷老师，你看过这张书单吗？什么书单呢、啊？干，他就这样一，妈了，这家伙一定没朋友。下课了，没人叫他起来。这除了没朋友，我想不到别的事、别的状况了。怎么没半个人 ？Eva look 安啊！他不是下课，他是台风警报。啊，就没人跟他讲啊。啊，就大家可能想说让他睡熟一点啊。台风警报，他不叫他回家，叫他学校睡醒了吗？就被风吹走了，好不好？学校也不会被风吹走啊。赶这家伙一定是边缘人，我们用滑鼠来操控。桌上有一张纸条，新增笔记，老师去哪了？这怎么看了、啊？哦，直接看欸。殷老师最近一直请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我来吗？不晓得，只听说会有老师来代替他，不知道谁传给谁看的纸条。看来有人在关心，这念殷吗？不念吧。嗯，念殷。殷翠涵老师的行踪，殷老师最近一直请假，发生什么不晓得？哦 ，OK， 笔记是吧？好。先收到周记本里面吧 ，OK。他就这样随便把人家的笔记收到自己的周记本里面，这样好吗？我现在已经有周记了。Again， thanks for follow。为什么没什么声音啊？你刚刚不是把声音调小？到书教室吧。这跟我昨天玩的那款游戏真的超像。照呢哦，可是这个游戏的画面比较恐怖。我可以看，这是什么班上的课表哦，我都忘记了以前教室门前会放课表，现在还是会啊。我从第一节历史课睡到现在，你是他妈死了是不是啊？门锁上了，好啊。前面有东西耶，哦，前面有没有东西？黑板哦，好，我去看一下，就跟一般恐怖游戏一样嘛，所有的门都一定要他妈锁起来。这个应该比 Coma 恐怖了好几倍，真的假的？我记得今天上课时天气还蛮好的，现在居然说有台风。前面有一个东西哎，这里，黑板上放着一张破旧的学生证，是谁的？哇！哦，可以写。大家好，我是。来，这我会。你会吗？来。打错了，打不下去。你想打刘德华对不对？啊，能接受五个字，我想要打别扑。不行啊，黑宅士不会打啦。好了，黑宅熊啊，妈的，霸凌。兴趣啊、哦，我平常最喜欢。抱歉。你在我家你可不可以看真看真的？这一定要告诉你吗？学生证，照片粘贴，我可以耶。可是这边没你的，没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没有啊，我知道，我想一下，我们应该有一起出去玩的照片，就这样吧。拍你的，
真的吗？你不想贴一下吗？贴一下嘛，不然去粉丝团抓一张也好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去我粉丝团抓一下帅气无比的自拍照。对啊，哎，刚、欸、好那边有一张黑白的，下面那边有一张黑白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还蛮像的。嗯嗯，13227852，好，我看一下。来来来，13227852，嗯，open open， 好，写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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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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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平常最喜欢，就一定要告诉你吗？写好了，哇，好像哦，行程笔记、学生证、破旧的学生证，我好像没见过这位同学，他妈的，我不是在写自己吗？你见过就可怕、啊，不知道哪一班的精英班的，您看不起，您看不起，就留级八年那个，您看不到啊，您看不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可以从外面看进去。二年人班，这间是我的教室，超帅，意外超适合。对啦，你们就是妈，这是我的年代，这什么、啊、女洗手间？哎、欸。客气什么啊？都没人了，哎、欸欸，都没人了，还要进去？你是没什么想上厕所的感觉？看上厕所还要有 feel 的、啊。上厕所当然要有 feel 啊！这同学是从动物园来的，他妈的、欸、，It's luck， It's luck。这应该也是锁住吧？同一间教室啊，门上锁了。去一楼好了，我们先去一楼。这照片87分，不能再更多了。快靠背啊！啊、哦，校长！哎、欸，校长，校长室也锁起来了，操！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可怜哎、欸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才会这么没人爱啊？水仙花盆栽，真惨，哭到只剩一株还撑着，土里似乎还埋了什么东西，快挖挖！说废话，挖出来钥匙。新增、哦、不要钥匙啊！在大华楼一楼花圃里找到照片，破损严重，看不出来里头的人是谁。边缘写了一段文字：埋在地底下的，哦，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，并不要求什么报酬。听我一在讲啥衰？嗨，偏大九四四安安老板娘。埋在树根下的果实，它是什么？嗯，怎么会有这间啊？往校门只能走这边，我得想办法打开它。开啊！打开啊！废话，你现在不是就在外面吗？那栏杆跳出去就好了。没有，但应该是框框的校内，就跳过来，可能也只是在，也是在学校里面。哦、oh. ，懂吗 ？Island, thanks for follow。里头是一组机械绞盘，盖子上用油漆写着操作的方法，看来需要一根手摇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找那个手把。嗯、mm-hmm.。哦，关着灯呢，开灯。嗨。我觉得后面是不是有东西？没有啊，就人啊，啊不是人啊，衣服啦、啊。Take 在上，手摇柄马上捡到，是不是？哇、wow, ！破关了啦！破关了，破关了，这是什么衣服？赤根。这件雨衣也太脏了，一靠近就闻到浓厚的霉味。赤根兄，你要哪一个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有多好、啊？哦，有多好？哎、欸，你要肉比较多的还是肉比较少的？我要肉多的。啊，兄妹，好，你们可以原谅我边吃炸鸡边跟你们玩游戏吗？徐志摩，一台没有，目前没有活炉，去年寒流来时有搬出来使用，所有人围成一团的样子，还蛮好玩的。拜喽，目前没发生什么事情啊。然后手摇柄，哦，它是用那种拖曳的哎，你要拖曳拖曳。装，哎、欸，我超爱这种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机械迷城也是用这种，对啊，很可爱，不可以吐出来哈，不要了。嗨，影子安安，出去哦，返校，不然就是变返家了，拜拜喽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离校嘞，这有什么好恐怖的、啊？真的吗？破关了，谢谢各位，我爱大家。等一下会不会被强制传送回来？哎、欸。怎么还有？要出校门最快的方法就是穿过礼堂，确定要进入吗？不要啦，我刚刚那边好像没探索完哦，原来只是走个中廊而已、啊。妈呀，他们学校也太大了吧！
真的，看那个 Jacky 是那个 Jacky 吗？洗这么多文字符号，感觉就很像那个 Jacky。很像那个 Jacky。我看看啊，还有哪里没探索的？妈的，被自己骗了，还以为破关了。听说老高有时会住在里面，上锁了没人在的样子。老高是谁啊？什么？检举匪谍，人人有责。哦、发现可疑，立即报告。学生遇可疑人事物，请收证上报教官室，协助举证可获重赏，记功奖状、奖助学金。啊，有一篇太小声了，好，调大一点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，我说 OK 不会。真吓人呢！比某刷存在感。真的。这个先上楼好了。还在校内啊，这是个大学校。去三楼。最近快要比我们大学还大了。校门口不是走这里？哎，真的诶。没错，要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后面真的很可怕哦。好。请问正式版出了，你还愿意陪我玩吗？我刚才在讲正式版，我们两个可能会分开玩而已，因为我在想你可能会直播吧。我会 live 吧。对啊，对啊，那。我不就你 live 我就不可能 live 我就会用录影的。对，我们就干脆一起玩。不要。好啊。穿过礼堂，废话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那问他们嘛，想要看我们一起玩，还是想要看我们分开玩？嗨，哎，是学姐，学姐，学姐你怎么了，学姐？学姐你昨天放了一封信，不是。昨天去你家不然遗留了一些东西放在你家里没带走啊，所以今天还在你 去你家一趟吗？我真的只是想去拿东西，我没有要干嘛啦，就是再去拿我不然放在你家忘了带走的东西。学姐，我有疑问，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学姐？他说不定是同学或是学妹啊。学姐总是比较正嘛。那你觉得他很正啊？没有啊。他歪歪的、欸。看镜子照自己。仪容镜、哦，不自觉就会想检查衣角有没有跑出来。天哪，我很怕这种大礼堂的仪容镜耶！雪雪雪雪，那、啊、这女生是睡着还是怎样？同学，你再不醒来，我就要掀你裙子喽！没反应，上去讲台看看好了。雪雪，蹲下蹲下蹲下，按傻子哦，干嘛上去讲台啊？不能蹲下，看不能按 Ctrl 蹲下、哦，这游戏。这种时候怎么样都不会是上去讲台吧？在干嘛啦？跳恰恰，上舞台就有忍不住想表演的欲望。同学，台风快来喽！你有资格说他吗？你也才刚起床而已。嗯。这个我配吧，这个我配。好、啊。这里是哪里？大礼堂。你睡在讲台中间。诶，学校已经放学了，台风要来的样子。台风？我刚从教室走过来，沿路连半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？快点回去吧，天色不太妙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我家也可以。等一下暴风雨哦，就惨了。去你家，我宁愿死在学校。等等，我的项链不见了。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项链。刚才叫醒你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啊。啊？怎么会？我弄丢了。好，我有想要一起玩了，一起玩我们可以这样分开配音。耶、yeah, ，捡到妹子一枚。到底掉到哪里去了？要帮忙吗？嗯。这样会不会耽搁到你啊？两个人找总是比较快嘛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是什么样子的项链啊？嗯，玉佩，白鹿造型的，用绳子系着的。那我们分头找找看吧。谢谢，拜托你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奖赏就靠你了。我还是自己找好了啦，对，不麻烦你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
我很想帮忙的。我觉得我自己找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、啊、真的啦，我很想帮忙的。桌子上都是一些杂物，还有一件老旧的军用夹克。哇，这游戏还配音战。哦，是电风，嘎 Taylor。通风口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太里面了，伸手没办法拿到。好啊，废物！我本来想说你伸手，然后电风就开始转起来。很老旧的排风扇，没有通电，风扇也转得不太动的样子。深处约约传来声音，是外头的风。那我要怎么退出啊？哦哟，能不能捡给？哎呦，弄雨伞。桶子里放着一把雨伞，拿起来嘛。废话，废。取得破雨伞，拿去给刚刚那个妹妹撑伞。那口的声音好棒哦，黑兄弟。少啰嗦了，我勾。不能这样啊，我配音都配了两年了。取得物件，白，哎，就是这个吧。哦，好快哦，海海。妹妹，妹妹，等一下我吃一下肉。妹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吃个肉。不是学姐吗？同学，你等我一下。同学。哎、欸，你只是找到一条项链而已，他不可能与生相许哦。不要期待太高。同学，同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都快肉快吃完了，同学。同学要吃饱才有力气运动嘛，同学。我有打篮球啊，对，就给他看我帅气的一面。不过就是找到一条项链而已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同学，同学你人呢？同学，哦，同学在，吓我一跳，干！你怎么会在礼堂里面睡觉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头还有点昏昏的，还是赶快找到项链回家吧。嗯。哎，项链呢？可是项链怎么会在通风口那里？它是被弄了吗？是这条项链吗？你找到了！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耶、yeah ！在哪里发现的、啊欸？他戴上嘞。哦，真的耶！不是白色的吗？哦、为什么戴上去就变黑色的？哦，在隔壁的储藏室找到了，掉到通风口里面，感觉好像是被人家丢进去的。诶、欸，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哦，算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。没其他事的话，就快走吧。感觉好像快要下大雨了。嗯，好哦。然后他就会跟着我嘛。怎么不会？我在游戏里面拿骨头给狗吃，他就会跟着我。我拿项链给妹子，妹子也要跟着我才对啊。你以为拿的是项圈啊？觉得好难过、哦，这游戏充满了骗局。哎、欸，你看是不是跟来了？哼，哦。那出口是同一个吧？嗯，来，垃圾袋处理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黑熊表示我的报酬呢？我操！没有你看他跟上来了，哦，跑得好快，好轻，棒！哇塞，妹子这么不挑、哦，黑熊配音感觉好不爽。因为我是黑仔熊啊。这块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好像从山上的什么宫庙掉下来的。哇塞，从山上的宫庙可以掉到这里，你这学校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啊？就说主角是边缘人，警卫室连警卫也回去的样子，在过去可就是校外了。校外，耶、yeah, ，破关了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大家。这就是一个带妹子回家的游戏吗？嗯。这路标猛然一看，很像十字架。啊！桥断了！哎、欸，靠！不会吧？你就靠很有感觉，就靠那个是哇！我干！吼！天哪！谁来月经？而且河水怎么变红了？大概是所有生理期的女人都到上面去游泳了吧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糟糕了！怎么可能？这么大量的血？血？你不要吓我啦！啊，抱歉，
真的只是随口说说的，就跟玩游戏的这个人一样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先冷静下来，这一定有合理的解释。就说所有的女人都到上游去了。嗯。怎么会染红？台风天河水顶多是变浊吧。好，我要配那个很像那个什么战国时代的那种配法。不要啦，哎、欸，你可以配那个啊。啊，我不要再配那个恶魔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山上有几间工厂，一定是他们趁台风来的时候在偷放废水。是这样子吗？应该吧，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过，只有从里长那里听来的印象。哦，这样的话的确就说得通了呢。比较糟糕的是桥断掉，这下就没有办法下山了呢。真的是，明明一个人每天来来去去，公所就是死都不改进这座烂桥。先回学校吧，这样淋雨也不是办法。莫非你比较喜欢野外？也是呢。别担心，如果只是台风，善用学校的资源，还是可以安然度过的。嗯，你还蛮可靠的嘛。就跟黑仔熊一样啊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那个陈燕跟君龙安安呢、啊？上游排放的废水是红色的，可能是上游那个是油漆工厂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温专门死哇哇、哦哦，这多梦幻的剧情啊！跟一个漂亮的妹子，整间学校都没有人独处一在教室里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下棋或者是读书复习期中考。漂亮的妹子哦，你觉得这个脸漂亮、哦？我觉得她眼神还蛮死的，而且没什么颜色。原来你喜欢这一种？没有没有，以这、哦、也是蓝眼皮肤黑，所以你可能喜欢比较黑。以这个游戏的 style。他算高追了啦，他上色之后，搞不好脸就会红润，也许脸颊再涂红红的，就会有那个叫苹果三回红晕，对，就是那个 RO 很贵的那个红晕。所以黑熊喜欢黑白妹子，难怪你没有女朋友，要找这种款的很难。Bear Pool， 唉，是又湿又冷又受困，祸不单行呢。啊，你很冷吗？你觉得衣服很湿吗？哎、欸，他衣服隐隐约约有透出。优秀，这种细节也顾虑到了，这可是台湾的制作商。这个是国中生穿的款，运动型啊。哎，就先休息一下吧，等会想想要怎么在这学校里度过台风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还没谢谢你帮我找到项链。哎，不会啦，脱了。该不会真的要以身相许吧？我是她是学姐，我是一年级的。我是三年中班的方瑞欣，那念瑞吗？不知道，你呢？我只知道这里是二年人班，是三年级的学姐。我叫做魏仲廷，我觉得你好漂亮。不用叫学姐啦，有够别扭，叫名字就行了。平常不会去三年级的大楼。觉得你们都在准备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很尴尬吧？才没有，爱玩的还是照玩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认真哦。哦，还蛮羡慕你们的嘛，都快毕业了，不用再看到白国峰那张扑克脸。哎，白教官，哇，你竟然敢直接直呼他名讳啊！听说他以前打仗杀人不眨眼的哦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是私底下才敢好不好啊？平常大家怕他怕的要死呢。光远远听到他轻弹的声音，我就开始在抽啊哦。那个同学就是你，过来。为什么看到教官就躲？心虚什么？你共匪啊？妈呀，学的有够像的、欸。就忍忍吧，明年就轮到你毕业啦。哦，度日如年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想好了，过一会我下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间应该有一台暖炉，然后再去保健室弄两条毛毯。这么麻烦干嘛？直接进保健室就好了。
这样过夜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没有吃的。哦，你还考虑的真周到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啦，学姐，你在这边等。粗重跑腿的事让男生来就好了。哦，留言会盖到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我先把它暂时先挪到这边。嗯，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。哎，看来我配音是配对了。是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从小就很习惯这样讲话嘛。也不用道歉啦，你这个人有够直的耶。不然歪的吗？好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先去打电话，回来再一起去搬东西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嗯，这样的话我接受。那你快去快回吧。你知道吗？恐怖游戏里面呢、啊，如果是学姐学弟配啊，学姐都有问题，学姐都有问题。因为你之前玩那个很大，我是说那个整个游戏的内容包含很大的那一款有学姐的，是不是它就会变脸？我有看那个影片，我至少玩过两个游戏是有学姐的，然后都有问题。我会被吓到，那个学姐就我记得那个学姐会突然变脸，我吓到。我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到。我可以用跑的吗？不行哎、欸！穿皮鞋。准备超出那根束腰带、啊。他们穿皮鞋。那个年代是啊，要穿皮鞋上班。嗯。李某不要自爆，骗左边。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全部 KOK 了，为什么、啊？来、啊，结局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死了、哦。正式版九月哦，所以这是那个 demo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妈的，我被吊起来了！啊！哦，这是你的、欸？哎、欸，是我的。嗯。啊？怎么会？魏仲廷，魏仲廷，不要吓我！没有呼吸和脉搏，死掉了、啊？怎么会 ？Oops！ 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继续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手肘还在聊天的。天哪！我才刚认识你而已，还没有。这是噩梦吧，王瑞欣，先冷静下来。干，才开场我就领便当了。你讲台上掉了一本书，是魏仲廷的周记本。哎、欸，我真的领便当了、欸。